好。好，我哋今次咧係查羅馬書八章廿六到三十節嘅，咁我哋就睇廿六節先啦。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一齊讀啊！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你將佢演繹好唔好啊？即係話咧，況且咧係我哋嘅軟弱咧有聖靈幫助，即係話咧其實神咧一早都知道咧，我哋真係根本我哋係軟弱同埋冇能力嘅，咁咧佢咧就派聖靈保衞師嚟幫助我哋。我哋本來咧真係原本都唔識禱告，但靠住聖靈嘅能力咧，我哋就知道自己咧可以點樣去為我哋各樣嘅事去禱告。嗱，即係先你話靠著聖靈嘅能力，其實呢度講個祈禱係邊個祈禱咧？是聖靈祈禱，所以不是靠著聖靈的能力，而是什麼？是聖靈，聖靈代替我們親自啊，他祈禱啊，他在我們裡面祈禱啊，他在裡面祈禱啊，這裡講到不是我們祈禱，但是他的祈禱會引致我們的祈禱，但是他親自祈禱。 OK， 好，那這樣裡面有些是你說啊，我這裡不明白了，即是他這裡說我們的軟弱，軟弱就是指說我們不懂得祈禱，這件事就叫不是只是这样的，所有的东西。不过这个经文是特别讲到圣灵会为我们祈祷来到帮助我们任何的软弱，不是只是 不祈祷这件事。Okay？ 大家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你重点字可以去思想的，你查经的时候你就思想重点字了。譬如第二十六节有些什么重点字呢？廿六節有啲咩重點字啊？你可以繼續講啊！有啲咩重點字啊？你由重點字去思想咧，就有一個好嘅方法嘅。我會覺得軟弱係個重點。係啦，軟弱其實係因為成節都係講同軟弱有關嘅，係咪？咁軟弱喺軟弱，我哋睇到啲乜嘢咧？即係咁咧，軟弱俾我哋。認識到我哋啲乜嘢啊？認識到自己啲乜嘢？不足嘅不足係啦，我哋嘅不足。咁咧就同埋軟弱，即係嗱，其實大家可以去諗嘅。你查經嗰時咧，你各方面去諗都得嘅。即係好似我哋英文叫 brainstorming， 就有一個經文去盡量發掘嗱。即係譬如你見到我一節經文寫咗好多個要點出嚟喎，咁點解會有咁多要點咧？就係 brainstorming， 我就會一路一路發掘啦。咁喺軟弱可以有啲乜嘢去發掘咧？有能力啦，冇能力啦。係啦，呢個例子啦。自己唔好得啦。係啦，呢個例子即係軟弱嘅例子啦。軟弱嘅例子，嗱，每一樣嘢我哋諗可以有不同方一個例子。大家仲有諗到軟弱諗到啲乜嘢？嘆息啊！即係軟弱到咧，哀嘅時候，哎呀，唉，即係哀一聲，即係我有時唔識祈禱，哀一聲，神都知道你。我呢個嘆息好得意呢個字，即係上文有出現過兩次嘅嘆息。廿二節嗰度出現過一次，廿三節出現過一次。咁呢度，我覺得保羅特點解用嘆息咧？即係我覺得神咧，連我哋一個嘆息，佢都知道我，即係知道我諗乜嚟啫。好嘅，我想問你，呢個嘆息係邊個嘆息啊？我即係會睇喺上邊係我哋咯，即係我哋咁嘅軟弱啊嘛。嗱，你讀一讀佢，只是聖靈係啊，親自用説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係邊個？聖靈啊，當然聖靈啦。聖靈即係回應翻我哋上我哋個嘆息咯，即係。但這個經文有沒有說我們嘆息先？這裡就沒有，這個作為發揮的經文可以的，軟弱是會嘆息的，但這個經文的嘆息就不是說我們軟弱嘆息，聖靈嘆息。這個是什麼呢？就是軟弱的後果帶來的影響，即是我們說哪件事，我們想一想，凡是分辨，無論輔導我們或分辨那句說話，在查經呢，我們就說軟弱是什麼咩例子啦？你就講到例子啦，咁你就講到會嘆息啦。大家諗到軟弱，仲諗到啲乜嘢咧？想做嘅做唔到。係啦，想做嘅做唔到，咁呢個叫做乜嘢咧？病啦，我的軟弱，我就知道我現在病了，我是一種病態。一種病態，呢個就一個分辨啦，分辨啊，我一個病態啊，即係先啱 feel 你講個情況咧，係想做做唔到。想做做唔到係屬於乜嘢啊？想做做唔到，叫做軟弱嘅乜嘢？冇心冇力，冇力。那個字眼是什麼軟弱的
後果，係咪軟弱嘅後果？大家知道你呢個軟弱嘅例子，呢個後果即係話想做做唔到。咁每一點你都可以去發掘過啦。譬如話軟弱嘅例子，可以諗到好多軟弱，即係人嗰啲問題咧多到不得了。咁咧軟弱嘅後果嗱，除咗想做做唔到，仲有啲咩後果添啊？有啲唔肯去面對，唔肯講。係啦，有啲人唔肯去面對啦。係因為軟弱，所以導致你犯罪咯。係啦，軟弱會導致你犯罪，呢個有一個後果之一啦。想放棄。想放棄啊！呢個另一個後果嗱，呢個係後果喎，係咪啊？個人咧唔想再做啦，劈炮啦，或者甚至唔想翻教堂喎。有啲人佢等我放下假先啦，佢以為個觀念咧，我放下假咧，我會遲啲恢復嘅。個觀念錯喺邊度啊？靠自己。靠自己，等我自己搞掂先啦，我先翻嚟啦咁。OK， 好啦。咁即係話原來軟弱，我哋可以各方面諗。咁我哋可以諗咩咧？我哋有冇軟弱啦？我軟喺邊度啦？即係我自己本人嘅軟弱喺邊度啦？咁我對於嗰啲軟弱，我又點睇咧？嗱，我想問下大家喎，你接觸啲人講有軟弱嘅時候，佢哋點睇咧？佢覺得正常嘅。嗱，係有啲部分咧就係正常嘅。另外仲有啲咩反應咧？有啲人會睇唔起你嘅，即係知道你軟弱嘅話。係啦，咁咧就即係被嗱，因為我講到自己啊，我有軟弱，人哋會睇唔起我哋。OK， 仲有啲咩？放屁。係啦，即係放睇。有啲人就放屁喎，即係有啲人就話：我唔做啦，我唔做啦咁樣。唔得㗎。係啦，咁呢個原來咧就係軟弱咧，佢會即係魔鬼嘅詭計係咁樣嘅。啲人未犯罪咧，佢就會引誘佢你要犯罪。犯完罪咧，魔鬼就會點咧？你衰，你冇用，神唔會中意你，就會指控，就以致個人無力。即係總之佢之前之後，佢會用不同嘅方法嚟到傷害我哋嘅。咁軟弱嘅人咧，同魔鬼嘅傷害有咩關係啊？就俾個位佢咯。係啦，俾個位俾佢啦，係啦。嗱，咁嗱，我就先啱啱呢個討論啦，關於軟弱都有咁多嘢諗到出嚟喎。咁大家梗係覺唔覺得，牧師你又好豐富啦？咁我哋領嗰時候我領唔到喎，同埋咧我冇寫咁。係啦。同埋我冇寫咁多，我冇寫呢出嚟嘅喎。我寫嗰度咧，我俾老師版本咧，都係寫嗰個屬性啊，如何做啊咁樣嘅。即係呢個發揮實際上係叫做無可限量。即係你一路發揮咧，一節經文都可以好多嘢可以討論，可以研究出嚟。好啦，我哋繼續睇到喎。嗱，有聖靈幫助又睇到啲乜嘢咧？幫助。係啦，即係睇到啲乜嘢咧？好多方面嘅喎。很多方面可以想的，使我們變得更加堅強。是的，這個就是幫助的方式，就叫我們有力量，是不是？我們聽一句說話，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一個人說一件事，你立刻分辨，這個就是他的幫助的方式，這個就是鼓勵大家試試這樣做，將他的說話分辨出來是什麼方式。如果你自己說，你自己可以說完，這個呢就是聖靈幫助的方式之一，就是讓我有力量。好了，還有大家看到什麼幫助？我們可以去求助的，向聖靈求助。好、okay， 自己軟弱的向聖靈求助。是的，那這個是什麼呢？叫做什麼呢？叫做這個就叫做叫做什麼呢？即是聖是可以向他求助的。這個其實呢，他所說的就是說可以聖靈會幫助，我們會求助。其實他呢，首先你想所想到的，你是一個想到那個回應啊，回應是很好的，即是你不是只是看到個字面，你看到既然他會幫我們，即是我們一個求助啦。那這個叫做什麼呢？其實你用什麼字眼都不要緊，總之你能夠形容出那樣東西出來，那我就會說是什麼呢？你怎樣使用這個應許？聖經會幫啊，聖靈會幫啊，那我怎樣使用呢？就是求助咯，我怎樣使用這個英文，而且要意識到自己在這個軟弱裡面是需要去幫助。是的，有些軟弱不覺得需要幫助的。是的，那就需要去求助，需要幫助。是的，就是說我們意識到，就是說這個呢就另一件事，就是說神可以讓我們意識，我們留意到我們需要幫助的地方。要幫助還有很多的，幫助的方式，幫助去到什麼位置呢，都很多東西可以想的，是不是？
幫助可以去到咩位啊？神嘅幫助可以去到親自咯。我哋唔識求，佢都會幫我哋。就算我哋撇喺度咧，有時真係唔識求。係啦，嗱呢個係啦，呢個方式之一。係啦，係佢知道方式，主動幫我哋係嘛？好緊要主動，我哋唔撇喎，時都係。係啊，佢會主動幫我哋。嗱呢個主動都係好，因為聖經冇呢度冇講喎。但係點解我哋知道係主動咧？點解知道係主動，唔係被動？係啦。說不出的嘆息，即是他自己來的，是的，即是說不是等你祈禱他才祈禱，我們未祈禱他就已經在這裡為我們祈禱了。由這件事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我們未祈禱神已經在這裡祈禱了，他時刻關心我們，是的，時刻很快反應，很愛我們，是不是越看就越哇真是好好，這個神希望大家說有個神這麼好，又隨時可以經歷到，一祈禱就經歷到，那更加看到他應許的真是實現嘛，是吧？好了，我們本不曉得，不曉得，那我們看到些什麼呢？不曉得，不懂，那為什麼，什麼都可以想，為什麼，怎樣，還有怎樣克服，這幾方面即可以都可以想的。不懂得，為什麼不懂得呢？因為祈禱不是靠表達，人的表達能力的嘛，所以我們其實很多時候祈禱呢，不是說我們很厲害祈禱神先聽的，即其實你們個個都不懂祈禱，這個講到呢，其實是一個什麼呢？人本身是不懂得祈禱的，即是我們本身是，當然有些人他說我未信耶穌，我很慘的時候我會求助，他說我有這樣做，但是這種跟神相通呢，是人沒有這種自然的能力能夠跟神相通的，即是我們本身是不懂得跟神相通跟他結連的。其實每一件事不曉得很多方面想過了，除了這個還有想到什麼呢？譬如有個陷阱我們就踩下去了，我怎知道懂得禱告，因為我都不知道踩下去，神已經幫你祈禱了，我都不知道了。剛才你所說的就是我們不知道危險存在，不知道有陷阱，所以又不懂得祈禱求助了。剛剛不知道為什麼祈禱，不知道為什麼祈禱，這個其中之一，不知道為什麼祈禱，也都很多時候沒什麼動力祈禱，就算信耶穌很久都缺乏動力的。 OK， 好，這裡留意要曉得當怎樣，怎樣，那這個字有什麼重要性呢？怎樣，這個好像英文那裡有人說過是 what 就不是 how， 是為什麼祈禱就不是怎樣祈禱，英文它中文和英文的譯法有少許，你們有沒有英文聖經立刻可以讀出來？你讀出來。 We do not know what we ought to pray for， 有人提過這個是 NIV what 就不是 how。 OK， 即是這樣，他即是說第一 OK 可以，那即是我們不知道應該即是為什麼祈禱，那這裡為什麼要翻譯怎樣祈禱呢？因為怎樣都包括為什麼祈禱的嘛，即是個怎樣比較廣闊啊？唔係喎，怎樣狹窄啲喎 ？What 係闊啲，即係知道為咩祈禱。你知道點樣祈，但係如果你祈漏咗，都唔係嗰科咁樣。嗱，你諗一諗先嚇，你諗一諗點樣祈禱同埋為乜嘢祈禱？點樣祈禱包括即係話為乜嘢祈禱係包括埋怎樣祈禱所有個方面咧？因為怎樣祈禱係包括其中一樣係。為乜祈禱呢？大家想一想，邊樣廣闊啲啊？怎樣廣闊啲？點解咧？即係怎樣包埋嘅，其實啊，點樣啊，包埋你為即係係啦，為乜祈禱？仲有包括乜嘢咧？點樣解決？啊，唔係講祈禱啫，而家佢係講祈禱啫。方法有祈禱嘅方法啦，怎樣？仲有咩咧？事情祈禱嘅內容都係內容都係怎樣嘅喎，係咪？仲有咩添咧？心態啦，祈禱。的時間啦，即係咩嘢都可以喺個怎樣係廣闊啲嘅，但係為乜祈禱咧，就係指明嗰個內容啦。咁所以佢中文用呢、這個，但係呢個包括埋佢咯。咁我哋的而且確係可以，你啊有中英文聖經咧，你可以用中英文對照嚟到睇嘅。如果大家有你想，我因為有啲人
奉獻咗一啲，佢有，因為嗰個人賣聖經嘅，賣書嘅。咁我哋有啲中英文聖經，如果你想要咧，我哋可以俾，即係仲有啲喺度。你想要嘅，你可以話俾我聽。我哋之前都曾經派過俾你。好，跟住啦，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哋禱告，有啲咩重點字啊？親自，親自有啲咩重要性啊？主動，主動，係係主動嘅。個主動咧，其實由嗰個上下文嗰度睇到咧，我哋唔知識得點樣祈禱，聖靈咧就會為我哋祈禱，所以呢個就我哋都唔識祈禱，係聖靈幫我哋，咁呢個就是主動啦喺呢度咧。但係呢個親自可以睇到啲乜嘢？親自，即係好似話特首親自嚟佢間屋幫佢做一樣嘢，解決問題噶嘛？親自，係啦，即係由由尊貴嘅身份嚟到好謙卑咁樣嚟到去係幫我哋嘅。即係佢親自做，我成日都諗呢樣嘢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啲聚會咧，嗰日祈禱啲人蜂擁走出去有冇見過？好緊張喎，同埋咧一知道咩聚會即刻臨臨身就去。但係似乎咧佢哋好覺得咧，如果唔出去咧就會失咗。嗱，我唔係話人唔應該出去，我覺得人應該出去。不過佢追求呢種嘅某啲聚會同埋某一個講員咧，就好似個心咧就強過去追求神咁樣喎，就冇諗到呢個親字啦。親字有咩重要性啊？即係譬如耶穌為你祈禱咁，同嗰個報道家為你祈禱係咪好大？應該好大分別嘅。但係有啲人話我自己唔通喎，我要揾報道家幫我喎。咁但係如果神親字，我哋學到個方法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直接啦，所以其實我盡量想幫大家，你直接揾神。但係當然我哋集體祈禱係有幫助嘅，同埋服事祈禱有幫助嘅。好啦，說不出來的，說不出來，跟住嘆息啦。咁說不出來有咩重要性咧？冇人明嘅。嗱，呢個說不出來，冇人明。OK， 呢個你所講嘅係一個 interpretation 解釋，說不出來。我想大家再想想說不出來的重點是否沒有人明白的意思呢？是難以表達出來。 OK， 這個一個又是一個形容，就是難以表達。大家還有沒有？沒有聲音啊。沒有聲音的，是。你覺得這幾個，哪一個會近一點啊？說不出來的嘆息。沒有力啊。為什麼沒有力呢？有時候你真的很可能要隱蔽的事。我想問你，這個嘆息是誰的嘆息？你看回經文是誰的嘆息？聖靈。聖靈的嘆息，那聖靈會不會沒力？就是說不出來，就是他禱告的形式想做，但是大個問題就是這個說不出來是說是主位是誰？聖靈。係啦，咁聖靈會唔會軟弱？唔會。所以説不出來嘅表達係乜嘢咧？指人喎，嗰個係指翻上文嗰人嚟嘅，人嘅嘆息其實，即係聖靈跟翻我哋。嗱，你再睇翻先，你再睇翻嗱，你一睇嗰個主位睇清楚係咩啊？聖靈咯。聖靈，所以唔好去翻人。其實呢個係聖靈，唔係人。唔係攞説話去表達。係啦，其實咧，佢英文用 unspeakable 嘅。就是聖靈，他用一種不是一些字，而是他有一種意念走出來的嘆息。這個嘆息的他英文做翻譯是 groaning。 groaning 即是怎樣呢？ groaning 可以有負面可以正面的。負面是什麼呢？但是可以正面的，即係聖靈好不安啊，為到呢個人，或者好迫切啊，佢就有一種裡面嗰種迫切感走出嚟啊。咁樣呢樣嘢俾我哋睇到啲乜嘢咧？即係聖靈睇到我哋有時我哋軟弱，佢嘅感覺係點樣咧？佢有傷感啦，即係佢乜嘢上身啊？即係佢將我哋嘅事都好似佢嘅
事咁樣，孭上身啊，孭上身，就係我哋嘅事咧，佢孭上身，以至佢自己會裡面，佢會有一種嘅憂傷啊，或者迫切啊，唔夠用言語去表達，係啦，即係嗰種流露出嚟嗰種嘅感覺啊，流露出嚟，咁咧就，然後咧佢就會替我哋禱告，呢個咧就係、是，他呢就他不是只是禱告，不是代禱，不是只是代禱的，他是怎樣呢？他一直呢是他將這種禱告，代禱可能通常我們這樣想的，那個人需要我為他代禱，但是聖靈的禱告就不是只是這樣的，聖靈有代禱，但是聖靈是不是只是代你祈禱為你禱告呢？他是直情呢，因為他這裡說他說不出來嘆息為我們禱告嘛，說不出來嘆息，即是他在裡面一路禱告的時候，你會感受到聖靈的傳遞的意念，即是那種這樣的祈禱，他不是只是在很遠路代你祈禱，他是他的禱告一路發出湧流過你的人，他的禱告本身就會改變我們的人，還有會感動我們，即是這種這樣的特別。咁同耶穌喺天堂上面話為佢父神右邊為佢代求又唔同。嗱，到底有冇分別咧？我哋唔識得講。點解咧？因為聖經冇講到耶穌點樣祈禱。大祭司咁樣咯。係，但大祭司到底係耶穌事項式咁做人講啊，抑或都一樣用説不出來嘆息咧？聖經係冇講到嘅，即係冇講到，唔代表唔係喎，我哋唔知喎。即係耶穌祈禱嗰陣時有冇感覺咧？我哋唔。聖經沒有說到，不過我們由聖經裡面說，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是對於我們有感覺的，所以耶穌都是有感覺的，即到底聖靈和耶穌的祈禱有什麼分別呢？這個是聖經沒有說到，但我們聖經有說到耶穌聖靈怎樣祈禱。 OK， 我想問呢，剛才你說那個聖靈為我們說不出的嘆息，這樣的東西，我想知道有沒有人經歷過，分享一下，聽一下，因為我未試過。其實我會話，謝先我講到都話，個個都經歷過，個個都經歷過。謝先，我哋話知罪嗰陣時啦，睇聖經嗰陣時啦，聽到嗰陣時啦，或者有時神感動你啦，你有冇發覺裡面嗱最強烈？通常咧就好多人嚟講咧，就係犯咗罪，個裡面咧就係一種好強烈嘅一種感覺走出嚟嘅，唔使你諗嘅，同埋你好似抌極都抌唔走嘅，或者有啲人做錯一件事，譬如話佢。認識了一個不應該認識的異性朋友，他的心就很想很想，他本身也很想，但是他裡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能力在裡面，在搞到他真的很不舒服的。這些你有沒有經歷？犯罪覺得不舒服，有些應該做的事，或者一路很想怎樣去行神的路，這些都是聖靈那種在裡面發出他那種禱告和那種生命流露出來的。有時咧，還祈禱嘅時候咧，可能你感受對方憂傷，係。咁呢份嘅憂傷咧，都係聖靈將，即係將呢個憂傷，即係將佢嗰個憂傷就，即係其實我憂傷唔係自己嘅，係我禱告嗰個人咧，係感受到對方嘅憂傷。咁呢個都係聖靈幫佢説不落出來嘆息咧，係擺咗裏面。係啦，即係聖靈咧，見到你為佢祈禱，聖靈就傳遞佢對於嗰個人嘅感受喺嗰度裏面嚟祈禱啦。咁即係都可以應用喺我哋咁樣為人祈禱。我想問一下，如果我祈完禱之後，我就個重擔會卸低咗啦，會不會就是因為聖靈幫我孭起咗嗰個感受，即係嗰個感覺，咁變咗我就將個重擔就轉咗喺聖靈嗰度，咁我就得輕省啦。係啦，係啦，係咪就咁嘅意思？係啊，因為神嘅同在就會帶嚟輕省、釋放、醫治、安慰，佢同在就會帶嚟啲改變，所以當我哋祈禱嗰時候，神就會做呢啲工作。OK， 嗱，咁我哋由呢個經文，我哋睇到啲咩神嘅屬性咧？嗱，我哋最先咧，其實做咗第二樣嘢，就係我哋發掘每一個詞喎。原來發掘每一個詞咧，都有好多嘢。由呢啲每一個詞，我哋都可以發掘出神嘅屬性啊！有啲咩屬性啊？神接納軟弱嘅罪人咧。係啦，佢接納軟弱嘅罪人嘅。即係明知我哋咁衰。係啦。都係幫我哋嘅，點都幫我哋。係啦，嗱，我哋好多時咧想襯托一出一樣正面啊，我哋就。講反面啊！反面係乜嘢啊？即係對比有啲人會點樣啊？會
condemn 我哋啦，唔接受我哋啦，拒絕我哋啦，啊仲律法主義咁樣定我哋個罪啦。係啦，即係好多不同反應，但係對比咧，神嗰種反應嘅好咧，真係超越人嗰種嘅問題咯。而事實上呢、這個世界上係好少人係好正面，一路都正面。OK， 好，仲有啲咩添？有啲咩屬性啊？神個情感係好豐富嘅，咁愛啊！係啦，係啦，因為由呢度咩字眼，由咩呢個經文邊個字眼？佢親自用説不出來嘆息。係啦。咁好迫切嘅，咁呢個係佢嘅情感咯，係咪個愛咯？係咯。呢個咧就係我哋頭先講到冇講到嘅，即係話咧係我哋頭先查經嗰時咧又發掘新嘅，你可能查一查咧又要發掘多啲嘢喎。仲有啲咩屬性啊？聖靈比我哋更加清楚我哋自己。係啦，佢好清楚我哋自己嘅。唔係好似同我哋融為一體咁。係啦，融為一體嘅，所以我哋係咪可以同佢真係好多互動啊？神而家愛緊我，神而家祝福緊我，神定要接納我，就算幾困難都好，都冇問題嘅咁樣。即係真係好，當你我哋深知嘅時候咧，帶俾我哋有啲咩回應啦？而家講第。下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怎樣回應呢？既然知道神是這樣的時候，我們怎樣回應呢？既然神是將我們揹在身上，將我們的東西揹在身上，我們就覺得不用擔心了，他會幫我揹的。是的，神會揹在，所以我們不用擔心了。還有什麼反應呢？將萬事都交託依靠他。是的，全部給他交託呢，交託就給他最聰明智慧，自己揹著呢。嗱，有啲咩會我哋會自己孭住咧？嗱呢個要應用，因為呢個係好多人有嘅問題嚟嘅，所以凡好多人有問題，我哋就攞出嚟應用啦。人係好容易點樣啊？聽一個故事咧，就話有一個人孭住一擔嘢上車，但係佢依然孭住一擔嘢喺車上面。係啦，係啦，即係依然孭住就會孭住。實際生活咧，實際生活有啲咩我哋會孭住咧？實際生活嚇？擔心啦，係嘛？即係。如果我哋講譬如查經或者分享信息啊之類，我哋就可以咁講啦。嗱，譬如好簡單，啱啱老闆通知你，聽日唔使翻工啦，或者下個月唔使翻工啦，跟住嘅反應我哋會係點樣啊？震驚！冧啊！即刻冧！好多即刻冧噶啦！係啦，咁我哋點樣去捉實呢個應許咧？神一定比下一份工更好。這個呢個有些情況呢就是的，但有些情況呢有時神可能叫人休息都未停過，因為呢譬如有些人會這樣說，剛剛丈夫走了，有可能性真的神會叫個丈夫回來，不過有可能性呢個丈夫是真的他都不想回來，他有第三者，他直接想離開，結果可能他自己單身還更加喜樂，輕散釋放都未定過，即神的解決方法未必一定是那件事得到一個世人所講的圓滿結束的，但是生命我們就會有一個圓滿結束，但是有些事情未必是的，但是那些過程都是一個痛苦期，譬如說丈夫離開了太太，即個痛苦，即有一個痛，即有情感嘛，是即個痛苦期，是的，可能要慢慢即時間慢慢走出來，之後才知道那些花是多麼漂亮，那些草是多麼綠，是的，是的，很流時，即有時神都要給你經歷。是的，我想問你，在這個很辛苦的過程，神又在做什麼呢？他磨練一個人。OK， 我想你想一想，你第一想到磨練，我想大家想一想，你受苦的時候，是不是神第一樣我要磨練你呢？不是，第一樣是什麼呢？安慰。是的，神想第一樣其實是安慰，不過佢安慰同埋醫治同埋提升，不過過程咧呢、這個呢樣嘢結果係會磨練我哋嘅生命。我就覺得咧，即係我哋有受苦咧，尤其你安慰人咧，你就唔好喺度話嗱，你而家啱啱個丈夫離開咧，神磨練緊你啊！佢聽完，不過真係有時咁講嘅，好快脆 jump to conclusion， 慳翻啲時間。但係因為呢個咧係變咗，即係神咧就係一個唔單止係。即係佢唔單止係唔安慰啊，佢係做緊，因為個人需要緊安慰啊嘛。佢係做緊乜嘢咧？即係佢做緊喺度
佢就淨係掛住修理啊，即係好似神就係修理師啊，即係呢一個神學觀念咧，即係違反聖經嗰種，佢係為我哋禱告嗰説出嚟嘆息，就係講到佢嗰種關心有感情，所以即係佢第一個反應應該就係我好想安慰醫治釋放佢。啊，呢個應用都好多討論㗎喎，可以好多方面，即係話因為人係的而且確好多錯誤觀念，譬如另一個錯誤觀念，有個人咧就佢有啊。家人病死啦，佢就呢個係神嘅旨意嚟噶。嗱呢樣嘢講話有咩後果？譬如話啊，啱啱你離婚啦，神嘅旨意或者咩事發生啊？你有癌症係神嘅旨意，即係呢樣嘢有咩帶嚟咩後果咧？佢埋怨神咯。係啦，佢更加會埋怨神。乜神計劃我有神嘅旨意計劃我有癌症啊？哇！點解會咁樣樣嘅咧？呢啲係咪一早已經安排咗？嗱，個問題，嗱呢個安排咧就有個問題啦。神安排咗個癌症，其實苦難根據創世記第三章係邊度嚟咧？人類犯罪咧，所以人類嘅身體會變壞。咁咧，除咗呢個自然嘅情況就人類犯罪，仲有就係人成日個內心世界啊。會引致病喎，有啲咩原因？我哋個內心世界會影響人有病咧？憂傷嘅靈魂不得富貴。因為成日憂慮嘅人咧，係容易有病嘅。冇健康保持自己嘅身體健康，亦都會容易有病嘅。即係話有好多人有病，其實好多因素嘅。佢冇照顧自己啦，佢成日煩啦，佢諗埋啲負面嘢，佢又唔親近神啦，即係咁多嘢夾埋。但係咧，佢又諗一諗到係神計劃我有癌症，就變咗咧。帶嚟的後果是什麼呢？就埋怨神。埋怨神，即是神將不好的給人。聖經有講到耶利米書，我向你定的旨意是祝福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即是神不是降災禍，神在我們災禍，災禍就是由罪惡和我們自己的問題那裡產生出來的，即是這個，我希望大家見到人有時我說這個是神的旨意，他以為安慰，其實那個人更加痛苦，是吧？OK， 好，嗱，咁我哋就先咧睇到呢啲我哋嘅應用啊，應用有啲咩應用咧？睇到呢個經文，邊個？即係啱啱呢一節，淨係廿六節就，因為我哋睇唔曬咁多啦，今次就睇一節就，一節都可以查咁耐。其實事實上任何一節你都可以大大發揮，咁你翻屋企你就慢慢去細心答咧，其實好有味道喎，你可以揾本 notebook 啊。我就覺得手寫比較好嘅，因為你如果揾電腦寫寫，你都唔知去咗邊度。不過電腦寫一樣好，佢係整齊啲嘅，容易睇翻嘅。咁你自己衡量咯。咁你寫都好嘅，用電腦寫有個好處嘅。如果你用電腦慣，手機寫就好似慢啲係咪？不過睇你自己衡量咯。有啲咩應用啊？積極嚟，我哋更多啲祈禱。呢度聖靈啊，咁關心我哋啊，親自嚟幫我哋祈禱。Okay. 我哋更加要主動啲係嘛？ Okay. 即係多啲祈禱。這個激勵我們祈禱，我想大家記實一個的觀念，就是什麼呢？盡量用恩典推動我們去跟從神。那想我們多些祈禱，用什麼，用這個經文的什麼意念去推動我們祈禱呢？你想推動祈禱就是個行動，但是我們怎樣用恩典，在這個經文裡面有什麼恩典推動我們去祈禱呢？我們聖靈的幫助，聖靈是幫緊我哋嘅，所以咧，我哋祈禱就點啊？聖靈會幫助我哋，所以我哋祈禱根本神已經為緊我哋祈禱，我一配合佢，咪如虎添翼啦，係咪？即刻我哋就領受到神嘅恩典，即係佢已經為我哋祈緊禱啦嘛。我哋一祈，咪配合神嗰個祈禱啦嚇。呢個即係變咗用恩典啊，恩典推動係好唔同喎嗱。聖靈而家為你祈緊禱啊，關心緊你啊，佢好有感情噶，佢感受到你嘅痛苦啊。咁你一祈禱咧，神就好樂意去安慰你，咁樣咪推動人去做咯。但係另一種説法就話，嗱你咁多苦難，你要多啲祈禱啦咁。呢個似督促型啦，係咪啊？係咪個分別？大家分唔分到啊？用恩典推動係好唔同嘅，因為恩典推動咧就覺得，哇，咁我咪得幫助咯，我咪得力咯，原來神幫緊我噶咯，咁嗰種好唔同啊，就話。嗱，你有苦難，你要多啲祈禱啦，日夜祈禱啦，成日祈禱啦，咁你淨係覺得我要做乜做乜啦，個感覺係咪好唔同啊？OK， 好啦，即係話
呢、这個經文俾我睇到好多神嘅恩典，原來神已經為我哋祈緊禱，佢知道我啲軟弱已經為我哋祈緊禱啦。咁咧就並且佢帶住感情嘅，於是咧當我一祈禱，我就得力啦。仲有啲咩回應啊？可以我哋？軟弱患難嗰陣時咧，先更加可以經歷到聖靈啊！係啦，即係聖靈係知道即刻為你我哋祈禱嘅，所以咧軟弱嗰陣時就唔好擔心，唔好驚，唔好憂慮。仲有啲咩添啊？聖靈係好接納我哋嘅軟弱嘅，所以唔使擔心我哋嘅軟弱即係佢係好包容、好接納我哋、好體恤我哋嘅。係啦，當我一乜嘢即刻就完全冇問題啦，一悔改。一有軟弱，咪即刻悔改咯。悔改神就即刻咧就赦免啦，即刻就冇問題啦咁樣。同埋最重要係，當我哋軟弱嘅時候，係得到幫助嘅。係啦，係會得到幫助嘅，即係唔係話祈完禱咧冇幫助，係會得到幫助。咁你哋越嚟越通暢喎，真係諗得越快喎，係咪啊？咁所以係咪可以嗱？我因為我兩次示範啦，今次咧我示範更加同上次有啲唔同，我就拆開一節。將嗰啲詞逐個拆開，然後咧發覺咦咁多嘢喎，咁你會唔會好 excited 想試下帶領試下？第一你屋企操練，咁我俾咗你經文啦，即係由跟住下一節開始到即係嗰章嘅尾，下一個禮拜我哋就會做。咁你如果有個朋友有個家人，可以一齊去試下用呢個經文嚟到自己試下做下先，咁啊睇下嗰個即係你達出嚟嘅果效，然後咧就。但即係喺下一次咧，我就會分開。咁啊，首先係啲組長帶領先啦。咁然後咧，但係咧，你哋組員都試下配合。咁咧就嗱，你發覺我都講我用嘅方法。第一咧就係我唔會令到人覺得 feel bad， 我只係補充，我唔會話喂你講錯咗喎。即係我係會補充，我會亦都會分辨呢個説話係乜嘢嘢。即係我即刻要分辨啦，呢個要操練啦，慣咗分辨。然後去引導他找到神那個更美好的方法，神美好的恩典，還有有人一講得啱的時候，我即刻話啊，這個真係好啱啦，好好啦咁樣。咁咧就亦都本身我哋嗰個思維都要好快脆能夠分辨到，係咪 ？OK， 好。咁啊，希望大家操多幾次先啦，即係操多幾次組長先嚟啦，一日做兩次啫嘛，呢個方式得一次啫嘛。我都會 enjoy 你自己親身帶，親自。係我知，但係我覺得咧，俾你操練下係好嘅。咁我可以分一半時間咯，但係你自己首先喺屋企做先，自己做，你做得多咧，同埋你就算應用呢幾次都好好喎。這個禮拜你查咧，真係都節節都係真係咧精金嚟喎，真係神嗰啲説話真係精金啊！好到不得了。好，我一起祈祷结束啊。亲爱天父，你的话语真的是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主啊，求你帮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尝尝主恩的滋味，尝下主恩真的有多丰富。我们就欢喜神，我们就感谢神，我们就享受你的话语，享受查圣经，享受去从圣经里面寻找你的心意。我们都享受去跟從你、遵從你、去侍奉你，不是覺得是重擔，而是覺得咧，當我哋順從聖靈嘅感動，是真係最蒙福嘅。多謝天父嘅大恩，多謝你嘅大愛，求你幫我哋喜悅神嘅話語，歡喜查聖經，歡喜跟從你。多謝天父。